鼓浪屿在哪里个城市？鼓浪屿是厦门最大的一个屿，与厦门岛及厦门大学隔海相望。岛上的自然资源丰富，亚热带季风气候显著温暖湿润，四季变化规律，绿地覆盖面积超过40%，拥有乔木、灌木、藤木等植被90多种，白玉兰、棕榈、椰林等绿植随处可见。鼓浪屿曾是一个人烟稀少的荒岛，随着近代沿海口岸开放，大量的外国殖民主义在鼓浪屿定居或暂居，除了别墅、公馆等居住建筑，还陆续建造学校、教会、医院、领事馆等，例如福音堂、八角楼以及每日一领事馆。鼓浪屿作为厦门著名的风景名胜区，主要有日光岩、鼓浪屿钢琴博物馆、厦门海底世界、天然海滨浴场等景点，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完美融合。随着景区的发展，各项设施逐渐完善，成为一个集观光、度假、旅游、购物为一体的海岛风景区。